边度有厨师喺度咧？咁多树但系冇树枝喎，地下好奇怪啊！有位啦，好，有啦。但系飞都好似飞得唔系好高啫，呢度睇下都其实可以用大师剑都得啦，唔需要。嗱，我哋依家就去将呢把树枝就，其实点样做我都唔系好记得喎。首先就转一把武器先啦，即系转呢把武器先。嗱，依家咧，我手上就系、是，即系我依家系教咗喺厨师嗰边啊嘛。但系咧个演示都仲系水仔，仲系铁水喎。所以咧，我依家只要揼一下，揼一下，哇！即刻还原咗啊，好劲啊！即刻内九度复原啦，而且仲要继承咗呢个水嘅内九度啊。好，收翻啲功先啦，依家。石头人就喺前面嘅，打之前咧就师傅先啦，手动唔系换装先，首先就好。依家我嘅厨师有三攻击力啊，有点样可以上到去啊？我其实应该玩普通模式噶、哦，哎呀，大师模式好难打噶，十四，会举回血噶，十八，少少，廿一啊！六廿八，七廿二，好，好，爆咗！七十六下又爆咗，22、23、24、25。七头人，
搞掂，赢咗，用巨人打败咗巨人啦，唔系用树枝打败咗石巨人先啦，讲错咗添。咁已经成长咗啦，林克。呢度可以赚钱，可以有排搞喎，有排揿喺度，好搞掂。整唔到有 reset 咯。放生佢哋啦，自由你哋走啦，再见啦，再死乎，好心痛，医药证冇晒，好过去打佢，其实应该慢慢行过去先，嗱，趁佢睇唔到就打佢，嗱，唔好俾佢踩到，哇，黐线！黐线啊，好彩一下唔死啫。嗱，唔好咁近啊，啫，咁样都得。keep 住呢个距离，嗱 keep 住呢个都得嘅。好难啊，好难啊，唔好啊，唔好踩啊。哇，有啲雾啊，好似有啲。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！你冇掹树啊，你千祈冇掹，唔好掟嘢啊。哇，好彩冇范围。好彩唔系范围攻击啫，条。哇！佢依家救咗咁少血，有排打。唉，有排打，惨啊！依家先救咗十分之一啦。走啊！哇，好彩啫，你睇唔到佢啊？我俾钱佢，要打200下先死喎。冇料理嘅，唔怪得啦，冇食料理。唔怪得打咁耐啦，头先唔记得食料理，唔怪得啦，唔怪得打咁耐啦。不过其实食料理差唔多，因为先打打佢只眼先啦，有一次。不过算啦，其实差唔多，打只眼都系打一下啫。其实除咗就睇唔到喎。其实我要勇敢啲嘅，要勇敢战斗，勇敢啲啊！要穿过佢，好难打呢只。我觉得石头人好得易打啲啊！石头人起码佢都系揈你一下啫嘛。咁揈九揈九系咪跳下嚟咯？自己想点啊？你冇机会啊！而家冇破绽啊！对方好劲啊！呢个点啊？我冇破绽，有破绽啊！打一下石，但好慢啊，不过都扣得多咗。好，有破绽啦，你咁样穿过去啦。好，好，最中意就系咁样。
黐线噶，太贪心啦。好，诶，咁用一招啦，最中意啊！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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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嚟点啊？嗱，而家扣咗五分之一啦，打多5倍嘅时间得噶啦。我而家好专心咁打紧，唔得人睇留言。啊，全部嘢先。第二把神器，五刀流啊！我今次要用。嗱，系有机会嘅，不过系时间系长啲啫。哇，嘥咗俾你晒到，穿过去，我先每一次都系咁样穿过去。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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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危险啊！冇事冇事，其实唔好咁快行佢，其实唔好行咁嘅只脚都得嘅。嗱，一半血啦已经，四分钟一半血咯，即系八分钟就打完啦。唔好贪心，唔好贪心 ，keep 住呢个势，不断杀佢似眼，呢个屎忽窿，狂丢，丢死佢为止。全场都好紧张啊！而家呢一得翻半，得翻四分之一个心。如果有一次唔系中我一招嘅，就冇咁紧张嘅。呢个穿过，穿过系咪？哇，好彩啫！其实可以系咁打佢，我发觉佢根本就踩唔到我嘅，只要喺佢屎忽对落就得啦，唔好咁近佢只脚。其实对方嘅血已经系少过六分之一啦，已经应该直情系十分之一咯，少过。我太保守啦，啲计算中间穿过先，中间穿过最好。好，之后飞住树枝过去先。最后可以掟厨师嗰时啊，剩翻几下咋？吓，咁我赢咗啦，咁简单？厨师都几咁玩，哇！赢咗巨人啊，赢咗啦，任务完咗啦，最到可以结束直播啦，今日。